后金钟奖戏剧节目最佳男主角奖的吴镇迪，近日演出《七七四十九天》，在剧情中与廖以乔大谈姐弟恋。吴镇迪不仅在餐厅里暧昧的替对方拿下嘴角的范例，最后更回到女方家上演激吻的桥段。过程中，吴镇迪解开衣服的纽扣，露出若隐若现的胸肌，而廖以乔则是露出香肩。没想到隔天两人在聊天时，廖以乔却意外发现自己整整大了吴镇迪12岁，相当惊讶，他直接将对方赶出门。对此，两人谈到该场戏，吴镇迪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拍床戏，但因为不喜欢作假，所以事先都有先与廖以乔的沟通，只会碰他可以接受的地方。开拍时自己也吻得相当投入，让廖以乔害羞直呼他已经在吃我的嘴巴了。Bye.